小时候，爸爸教我画的美人鱼是这样的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长大后，老师教我画的美人鱼是这样的。如果让你来当评委，你会给我小时候和长大后画的分别打多少分呢？觉得我小时候画的有趣的扣666，觉得我长大后画的有趣扣888，觉得都好看的发动物图片，觉得都不好看的发香蕉色的表情图吧。辛苦各位小评委了。上期有好几个出题学霸出了好多题，我竟然都答不出来，我这智商甘拜下风，请各位学霸帮帮我吧。他问我什么牙不会掉，什么牛不吃草，什么球不能拍，什么花没有叶。天哪天哪，这也太难了吧。冰淇淋的味道在舌尖上蹦蹦跳，香香甜甜。